王一博的故事展现了他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勇气与坚持。他虽然是一位大牌明星，但并不满足于现状，而是勇于挑战自己，尝试极限运动，探索未知的领域。这种冒险精神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我的不断追求。在演艺事业上，王一博从歌手转型为演员，经历了许多挑战与磨练。他明白，演技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，更是情感的表达。每一次演出，每一个角色的塑造，都是他自我成长和积累经验的过程。他在攀岩和演戏中都学到了如何应对压力，保持冷静，这些经历让他在时尚演艺圈中更加成熟。王一博也逐渐认识到，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名利的追求，更在于内心的安宁与自我理解。通过极限运动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向，明白了艺术创作需要情感的投入与坚持。这种探索之旅让他更加坚定了作为演员的信念，理解了演艺事业的真正价值。总的来说，王一博的经历告诉我们，面对挑战时的勇气与坚持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理解，才是成就事业与生活的关键。